好了，到了五辣公新村啊，刚才有位拍大门票，大门票有位就拍了，没钱嘛。有位有多少档？上一百来岁就总结蛮好笑，廖海茂这边，有位就八十，好热闹有位。好了，几多档票？哇，西都鱼丸粉。都涨税，哦，要开要开，对面好声呢啊，对面用招呼冇开啊，茶叶蛋啊，老板不在啊，今天老板不在，哦，在里面哦，拉面啊，哦，哇。我的脚是要试的，啊，上次吃炸的，现在吃吃的，啊，很方便哦。啊，哇，煮好了，亮。哇，这边好好生意啊。哇。老板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啊。哦，来了，好香的刀削面。那就这个牛肉刀削面啊，这个辣椒好吃啊，这边还是炸酱面啊，好亮哦，哇，肉存在哦，哇，正啊，好多菜哦，不老，好多菜，不老老远，炸酱面，哇，数码比较多，今天买咗来啊咩？不错，炸酱面也是很好吃，那辣椒也好吃。好一杯，要吃吗？再试一下，很好吃。太辣了。好的，这边最正，好 Q 弹的。啊，这是韭菜猪肉饺子，那给你提白做。很好吃的，快过去。是很好吃的，给他饺子。好忙哦，今天你。哦，这样做面，这样来做面。为了降低成本嘛，因为生意都是不好做嘛。好啊，好，有的做就好。更多的优惠出去，也能有一点竞争力，对吧？去跟别人买面的话，那就免费了。哦，很方便哦，这个机器哦。人工比较贵嘛，客流成本都高嘛。又快了哦。哦，平均一点。尽可能。嗯。不然的话会粘连。那个饺子好吃，顺便来打包。好大只啊！八角成一粒。睇下我最少买五十粒啊，四十 Q 一包。哇，准备好生意看到，你可以啦。再啦，食饱啊，好忙啊，见面，太好食你啦，年三年开啊，拜拜。